战斗真的有够激烈。现在按，按一个，买一个。下一回合可以升级按一个。那恩诺斯感觉先不要拿、欸，还是你们会拿恩诺斯？你们觉得22比较强哦、喔？真的假的？22有比较强，强、一滴滴吧，或许。毕竟我人蛮多的。再起来的是法师，直接合起来吗？还是买两只的能合？我买两只的能合，买两只的能合，买一个诺兹，应该不要拿这个23吧？我应该拿33就好了，真的适合，或者是升级。卖鱼人，考虑一下。奥拉基的节奏要起来了，各位。对面那只最后一个死，是不是有点搞笑啊？扛旗，结果队友们全没了，自己一个人扛着旗。啊人嘞？啊队友嘞？没队友。你还真行呐！你吃饱了？你是来玩的吗？开技能可以招三星卡、欸，你买这个是二星卡、欸，所以肯定是开技能比较好。好萌哎、欸，好萌哎、欸，萌萌宝宝，你是不是想上来、欸？不能乱按哦，不能乱按哦，会爆炸，会爆炸，欸、会爆炸，会爆炸。先不要，先不要，会爆炸。会爆炸，会爆炸，会爆炸。你还真行啊！等等，爆炸了。野兽不要吧，好烂哦、喔！而且我随机招怪很难招野兽啊，哪来那么帅啊？宝宝被带走了，是不是担心在这里宝宝会有危险？宝宝几岁哦？宝宝很小，宝宝大概不到两岁，应该不到两岁。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。8+2要买一只哎、欸，飞刀手拿有鬼珠不是很香吗？升级按一只五星，五星有已经开始有雷的怪了、欸。给个妈也没用吗？给个恶魔，除非939。给个马尔济斯，可是这边稳定有鬼族可以拿，你应该是这个就要拿了，不应该去塞这个东西。好塞不好啊，聊天室。嗯。难不成是一个直接三合一的节奏吗？啊。靠塞不好哎、欸。欸、靠塞不好哎、欸，干嘛？有靠塞啊？靠塞真的不好啊！师傅，我能输吗？我传说，收割。我传说卡怎么打不赢？一杠七，
兵长我的。我开到上面第一个了。奥拉基有师傅，有师傅，有鬼族，鬼族可以三合一，师傅鬼族，师傅升个级，牌面一只都不想拿，继续刷，愚人可以扔，可以硬一下，寒风指引我，怎么开技能啊？你卖两只开也太奇怪了吧？二三可以卖，可是第二只你不知道要卖谁啊？你不能卖飞刀吗？你不能卖伐木机？你卖伐木机开一只，卖师傅，那我不是法术卡白拿了吗？飞刀手可以有三六九十二点伤害，三三然后射十二，那根本也不能来呢，好强！他们好强啊，聊天室干嘛啦？他们这些人也太强了吧！搞什么东西？是要我死不成？非要我死啊？真的师傅三合一，金师傅啊！可是金师傅被元素暴打哎、欸。他揍我一下还哭哭，你看怎么有这种人？师傅，先看看这个六开了啥，再决定。开了一个副官跟巨神，跟一个钢骨，没有野兽嘛，所以必须是钢骨。钢骨伐木机，眼睛不考虑，没有好的牌再刷。钢骨男爵一个 combo。愚人不考虑再刷，二三一定要扔，有同虚，飞刀手也可以扔，没用。这个烂墙壁也可以扔，不对哦，这个可以复活。我思考一下，手不要发抖，天谴军团会消灭，天知道我们会发起什么。这样是最好的 ，OK， 100%，带走。不要跟我讲这样会输，我是真的不信啊，喂，我师傅那么大，哎、欸。欸、我是真的不信啊！我师父攻击力高他那么多，哎、欸，13.1呀、啊！我84%，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用哦。干什么东西？烂墙壁要扔哦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用一个手下。44配男爵怎么能扔呢、啊？总有一天等到你，等到你，总有一天等到你。100%了啦，这个还没100%，真的不相信哎、欸。还想白狼那边 copy， 现在需要草凤啊！哇塞，这干嘛？铁王座满满的，看一下伤害，扣22，10到22。欸、我扣了个40，39，蛮合理的，蛮合理的部分。表现不错呀，
继续保持下去。需要草凤，草凤加这两只，有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能恩诺斯吗？师傅扔掉吗？这种话你们也说得出来？你们是以为我傻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傻？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又多了个满意的顾客。他这个应该没扩散吧？我是没防扩散啊，没打到他。胜率贼高的，你们放心好了，胜率贼高，输不了。有师傅在，你们怕什么呢？有师傅，无敌的师傅，师傅是无敌的。师傅一人当官万飞、还有这种 combo， 差点吓死我，这什么东西？有没有搞错啊？你还真行呢，还不给我冰箱，是想搞死我啊？圣盾术给一个收割机吗？能力点金任何牌都没用啊，能力差不多是这种点金类的没用。能力换冰箱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们就走这种靠赛路线的，我就不是靠赛仔，你们一直逼我，完了，时空垃圾旅店，你们一直逼我靠赛、欸。垃圾旅店，哎，怎么只有五只怪那么少？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师傅吃毒喽，100%，100%，100%，哇，几率很低，没打到他要害，糟糕。师傅有盾了，师傅，师傅多了好多血啊！哇塞，哇哈哈，呜呼！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！这也行。反向展开，带走。决赛要垃圾，有红袍有黄，所以草凤可能蛮必要的。黄要留着，是同虚可以扔的。他没什么弱点的，就是打打打而已。这些牌都没用，男爵第二张也没用啊，卖男爵，我看出来了，上面还有一个男爵，这是一个决赛回合、发现到台面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的话那就不需要了。如果还没结束，就是拿食尸鬼，然后卖食尸鬼，然后换怪羊。你们要这样站还是这样站啊？因为他先动，我这两个会开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我还是要这样站。不这样子站有点太急了，会太急，会太急。我看出来了，我一定要站在四号了。你往前站，伐木机爆开，好急。负一是因为我要冰食尸鬼啊，看一下胜率应该非常高。吃的，还想毒包啊，各位，还想烧包，还想烧包，
他这个人还想烧包，我冷他很久了啊。我这边再一个反向给他秀起来，给他秀起来，展开展开再展开，再掉再掉，猪猪猪猪，很多猪猪。这一把亚萨拉锯打出上限，师傅也挺住，再也没有人可以嘲笑我们是亚萨垃圾了。亚萨垃圾他站出来了，玩的不错啊，垃圾玩的不错。这一把上线开满，靠他赢了，真的，这个英雄很强，我下次就必选。哦，三合一，但钱不够，锁起来，出两个大师顶住，行。大师 hold 住全场，大师教他做人。你的表现相当不错。三滴血逆转胜，来了。师尊互相温暖，好啊，一直乱加。胜率看起来很低，但是不要担心，胜率都是假的，你要相信自己。这边我跟你讲，会吃，会可以吃鸡，逆转胜。师傅血这么多，怎么可能会打输？看看师傅的血量，你们都看到了吧 ？Hold 住 ，Hold 住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，再 Hold 住，再 Hold 住。哎、欸，我血只有三滴药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就是刚刚扣血扣太多才死的八七，两个师傅都挂了。太离谱了啦！